这个中文的藏经，乾隆皇帝编的，跟《四库全书》同时成就的，对佛教特别尊重，单独编成的就大藏经，龙藏，其他的儒跟道都合编在四库里头，只有佛教没有会在四库里头单独提出来，这特别尊重啊！我们看了很感动啊。那么又看了一个刘医生，他们有一些同学在做水实验。就是日本江本博士做的那一套，他们设立一个实验室，比东京那个实验室好，机器设备都非常的新颖。东京的实验室我去看过两次，用的机器都比较陈旧，它的显微镜只有200倍。我前天去参观了。他们这个显微镜是500倍，最新的，实验室也比规模比他们大，设备也比他们先进，有不少人很细心在那里研究，江本博士实验，谁能看、能听、能懂得人的意思，至于他能够辨别味道吗？色声香味触啊！来试验，希望把色声香味触通通能够测验出来。看这些矿物、植物，明显的见闻觉知，就是精神现象，证明物质跟精神分不开。要实验证明，普朗克所说的。物质的基础是心念，如果心念没有了，物质就不存在。所以普朗克说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样东西，物质从哪里？是心念造成的。心念怎么造成的？他也说了，跟佛经上所说的相同。佛在3000年前说的，他们最近发现，的确先有精神后有物质，但是物质的前面还有个能量，我们看了他的报告，一看就懂，为什么跟佛家讲的阿赖耶相同？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，受想行识的心理现象，科学家称它为信息，是阿赖耶的转向见分，阿赖耶的见分。物质呢是阿赖耶的相分，能量是阿赖耶的自证分。我们用这种解释它就很好，学过佛法的人很容易懂。阿赖耶的三细相。也就是阿赖耶的三分。自证分、见分、相分。三细相里面像阿赖耶的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。
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佛发现的，现在科学家发现了，证明了，他们用水，也可能会用其他的物质来观察，哎，在行为镜上观察，哎，给不同的意念，啊，让他接触到，让他看到、听到，心的意念给他，看他产生的变化。啊，这个实验呢很有价值，帮助我们信心的。啊，我们对于经典更不会怀疑了。啊，可以通过科学实验，就是佛经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啊，无垢。这个无疑的清净心，无垢的清净心，啊，清净心是心，其净性之心又不杂烦恼心，名为净心。啊，意念受持，受持信受，持是坚持，啊，意佛功德。念呢？念佛名号。啊，一念受持啊，一是想啊，想佛的本愿，48愿。想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比丘无界的修行。啊，修什么？48愿，愿愿兑现，愿愿真做到啊！啊，第一愿果无我道，他要怎么做？三恶道是果。有果必有因啊！阿弥陀佛得用无界的时间把这因断掉，语言断掉啊！因恶鬼道贪心呐、啊。地狱道成慧，畜生道愚痴。换一句话说，把贪嗔痴拔除掉。我们一般讲放下，不但完全断掉了，连习气都没有啊，贪嗔痴的习气都没有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没有三恶道啊，不但贪嗔痴拔掉了，连带的傲慢没有了，疑惑没有了，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，也就是一般讲的见思烦恼断尽了。花多少时间？五劫啊，彻底断干净了，他成佛。感得的这个世界有凡圣同居土，只有人天两道啊，恶鬼地狱畜生罗刹修罗全没有
啊，我们想这个功德了，想着学习效法啊，他能够断，我为什么不能断？啊，以往我们没有缘分，没闻到佛法，不知道啊。现在知道了啊，读到大乘经典，明白了啊，佛能这么做，我们要向他学习，我们要真干。他在前面做样子，我们在后面跟进。啊，他能成就，我们也能成就，又何况他已经把极乐世界造成功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困难，障缘太多啊！啊，他希望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们听话，我们依教奉行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天天在他的麾下，他给我们做尊上缘。我们的成就就得到保证了。所以一定要信，要接受，一定要坚持。啊，常常以佛念佛。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上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现前见佛是佛给我们加持，佛给我们安慰，我们的路没走错。啊，当来见佛，那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临终时候佛来接引是现前，往生之后是当来。啊，念佛念好啊。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念佛那个方法，他是寄宿，他不用念珠，他告诉我拿念珠念佛分心，一方面念一方面手在动分心，他用心默默地记住，直记到十啊，他念得很慢啊，我们在录音带里面听过那摩阿弥陀佛，那摩阿弥陀佛，念六个字，念四个字也可以啊，四个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，念得清清楚楚，就三个清楚最重要，耳朵听得清清楚楚，注意听，啊，把这个注意力集中，外面杂念就不会进来。速记得清楚，我这一句佛号是十句里头的第几声？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十句完了，就再从第一句。一句到十，啊，就是这样念法，一直念下去，啊，不要念十一、十二，啊，那个反而不能实行，
啊，这种生念非常实行。如果初学生念有困难，念到后面就忘掉了，杂念进来了，有杂念不算，从头再来起，要用这个方法啊。那你就用分两段啊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五句后面呢，六七八九十，要这样记法啊。再困难的话呢，就三三四分三段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样记啊，清清楚楚，杂念进不来啊。胡晓林他用这个方法念了四个月，很有效果啊。以前念佛总是有杂念，现在杂念没有了，真能实现了，欢喜啊。啊，胡居士跟他学，念了两三天，告诉我有效，真有效。啊，以前他也是个头痛，就是念头妄念太多，啊，总是念佛念不好。啊，现在用这个方法行了。啊，对，印光老法师的方法，他也是给我们实现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业障重，妄念多，啊，环境诱惑力量太大，大概只有用这个方法有效。啊，用其他的方法就难了。啊，大家不妨试试看。啊，胡晓林这个光碟，香港佛陀教育基金会流通。这是依佛念佛了。下面皈依者为身心归向，一直不舍。皈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啊，中年以上的人都有很深的感触，人生苦短。依靠谁呢？靠谁都靠不住，靠自己也靠不住。啊，自己没有信心啊，师尊告诉我们，唯有依靠佛陀，师尊教我们依靠这个佛陀是自信佛。这个说起来很抽象啊，自信佛在哪里啊？后面到底下一品有详细说明。啊，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，那我们就依靠阿弥陀佛。这也是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，念念归向阿弥陀佛啊！我这一生就一个方向，就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没去之前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。读诵无量寿经就是亲近阿弥陀佛。
要摄心呐、啊，念经也要摄心。啊，你要不专心，你念经也有杂念。啊，众生根性不一样。我们念经、摄心比念佛比较容易。啊，念佛就是一句佛号，杂念容易扰乱，可是读经一有杂念就念错了啊，所以一定啊要专心，这样用读经的方法，我相信特别是知识分子很管用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确确实实他老人家度众生的对象就是知识分子，49年讲经教学啊，他不是搞一个念佛堂大家在快共修，不是的啊，也不是一个禅堂啊大家同参，不是，他是讲堂啊，所以身心归向，一直依靠，不是。那我们依靠阿弥陀佛，真靠得住啊！啊，供养者玄奘曰：“尽财行以为供。”有所设置喂养啊，就把供养两个字分开来讲啊，尽财这一种行为这是供啊，供给啊，有所设置，这个字就是滋养，设受滋养啊，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财跟行指二种供养啊，财供养指的是香花、饮食、汤药、财物、头目、脑髓、大地、山河等等的器物啊，我们讲的是物质上的供养，精神上的供养都包括在财供养里面。第二是法供养，法是修行，如数修行以为供养啊，修行供养重要啊，佛希望我们成佛，成佛不修行那怎么行呢啊，修行两个字意思一定搞清楚搞明白。现在很多人误会了啊。啊，修行这个名词意思搞错了。修是修正，行是行为。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。啊，行为多啊，佛经把它用三大类就通下了。啊，第一个是身的动作，啊，身体的造作，这叫身业的行为。第二个言语，口业的行为。第三个起心动念，叫意业的行为啊，包括分别执着啊，犯了错误了，把错误修正过来叫修行，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啊，或者我们讲修正错误的行为
是不是诵经拜忏？不是，那是一种形式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这些重要的开始，必须要记住啊！三种行为里面，最重要是意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意就是思想纯正，你的言行哪有不正的道理？啊，所以真正修行呢，思想摆在第一了。这让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为什么49年讲经说法，帮助我们有个正确的思想，有个正常的理念，这个重要啊。啊，经论就是标准。啊，经律论三藏就是修正身口意的标准。啊，戒律是修正身的标准。啊，经典是修正心的标准。啊，就是意业的标准。啊，经论。啊，戒律是身口。啊，经论是意义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用这个做标准。啊，常常读诵三藏经典，我们就能掌握到正确的标准，然后守住，决定不违反。啊，现在修佛难啊！为什么呢？不尊重这个标准，认为这个标准呢是过时了，是古代的，不合乎现代科学。啊，现在人用科学做标准，不用经论。啊，科学标准很现实，对我有利的。我就去做，对我不利的我就不做。只有自己不太重视别人，啊，那标准错了，做错了自己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不要紧啊。因果知道啊，这因果不饶人呐！我们要不细心去审查，微迷的去关照，你造作的恶因。恶因是有意无意，不管是有意无意，都要受报啊！果报现前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人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最大的一桩大事，实在说就是修正自己的
思想行为啊，在这一生当中，要把过去无量劫来生生世世这些错误啊，要忏悔，要修正。啊，这真的是一生最伟大的一种事，否则的话，这一生白来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想想，这一生当中，在这个世间，现在大概有65到70亿的人口，几个人在一生当中想到这种事情？几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么好的缘分？你要能从这边细心的去观察，你才晓得自己是多么幸运啊！自己这一生多么的难得了。开经记上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彭基谦居士说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了，能不珍惜吗？能不真干吗？啊，我们所遇到的太难。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没有了。事出世间什么样的事情，跟念佛往生比，都是叫鸡毛蒜皮，都应该放下。啊，佛在经上讲的，我们相信身心不一了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告诉我们的。贪婪所感得的是水灾，贪心是水，嗔恚是火。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，怎么来的？脾气太大了。啊，愚痴是风灾，飓风、龙卷风，啊，非常可怕。傲慢是地震，啊，愚痴更可怕。愚痴所感得的，大地松散，不凝固了，所以山会塌下来，地会沉到海底。这是什么疑惑？坚定的信心，没有丝毫疑惑，大地坚固啊！啊，现前许许多多的灾变，都是前所未有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想一想佛在经上常说的贪嗔痴慢疑带给我们眼前的灾变，啊，何况我们现在天天在造业，
杀盗淫妄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无念使我造绝了。啊，对于圣贤教诲，对于佛菩萨，不知道打了多少问号在里头。现在难，太难太难了。啊，灾难能不能免呢？依照佛经上所讲的，难。问题就是你信不信？啊，肯不肯把杀盗淫妄放下，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啊，自己得度了，世界有救了，啊，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，找不到第二个办法。我们在大乘经教上学习60年了，愈学信心愈足，愈学越欢喜，啊，愈学道理越清楚，越明了。身心不一样，啊，更难得的。近代科学家为我们做了很多证明，证明佛所讲的正确的，啊，跟科学家所发现的相应，增长了我们的信心。啊，也加强了我们发愿求生净土，不再怀疑了，对这个世间没留恋了，啊，彻底放下了。我们看下面，啊，发供养，弥陀苏超云。清凉大寺云，高起南北朝时候，大行和尚宗从念佛，以四字教召为信义二字，不离于心；称敬二字，不离于口。这四个字重要啊，要信，要想，常常想佛，想佛的愿，想佛的心，想佛的慈悲，想佛的恩德，啊，建造这样美好的道场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一生成就。这个恩德太大了，怎样报答呢？我们在这里面成佛就是报答，就是报佛恩，满他老人家的愿望。啊，称是念，称念啊，敬是恭敬，不离于口啊。这四个字就是本经，意念受持皈依供养。那么现在学佛，真的最难的这四个字没做到啊。
性，还是相信名闻利养？啊，相信眼前所得到的受用，他相信这个。啊，极乐世界没看到。极乐世界经上说那么多好的，好像这是过去的，这不是现实。啊，你说是未来，未来谁见到？啊，忆佛念佛。他不是这个心，他所意念的眼前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啊，这个不利于心啊，自私自利不利于口。真的起心动念，开口就想到，对我有没有好处？我的利益在哪里？啊，更甚的是起心动念损人利己，这是今天社会文化的特征啊！啊，中国古人教人舍己为人，啊，现代社会教人从小孩就教。啊，利己损人，所以这个社会很难回头。如果人不觉悟、不回头，什么方法都救不了社会，都救不了这个灾难。苏超云，往生净土要须有信啊，千信则千生，万信则万生。信佛名字，祝佛即救，祝佛即护。可这信很难，念佛的人很多，真的信佛的人不多。啊，信了他就真干，没有真干，他没信了。啊，古人讲的，口念弥陀，心散乱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他不信啊，信心真不容易。为什么不信？他对于事实真相没有了解。事实真相明白了，清楚了，信心才会升起来。啊，那这也就是说明，释迦牟尼佛49年为我们讲经说法，目的在哪里？第一个目的，帮助我们断疑生信。啊，只有让你对事实真相了解了，搞清楚了，你的信心才会升起来。啊，有了信心，你才发愿。
啊，才真想学佛，真想成菩萨成佛啊，誓愿你才肯放下了啊，否则的话贪念誓愿追逐誓愿你放不下了，那就错了。万修万人去，善导大师讲的。善导大师，阿弥陀佛再来的。这话不是假的。50年前，李老师常常给我们讲，他以台中莲社为例子，啊，台中的莲友，10000个念佛人，真正往生只有3个5个，这他老人家常说，不成比例，什么原因？你能说他不信吗？啊，他也常年听经，也能言善道，可是对誓愿没放下，所以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个地方的信，信解行证，这提一个字，一解是多，多解是一。这个信里头有解，有行，有证，他当然往生。如果你有信，解行证都没有，就不能往生了。啊，真正对于无量寿经，对于阿弥陀佛啊，或者是阿弥陀经都行，真心真理解，真正放下，真正发愿求生，诸佛祈求，诸佛即护。这个诸佛是谁呢？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大乘教里面常常用祝福来表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祝福共同赞叹的，称赞光中极尊佛中之王。心常忆佛，常常想佛，口常称佛，啊，常常念佛，最好呢不间断，啊，不用思考的事情，口都可以念佛。如果涉及到思考，你就把佛号放下，专心去处理你的事物。处理完毕之后，佛号再提起来，这都叫做净念相继。啊，身常见佛，这叫身心。这个地方我们要往深处看，
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是什么佛呢？给诸位说，都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人都好着恭恭敬敬阿弥陀佛。这阿弥陀佛是对他，他是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你也是阿弥陀佛，我也是阿弥陀佛，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花草树木山河大地，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。每一粒尘沙是阿弥陀佛。你的恭敬心呢，才圆满的，诚心的。你怎么会不成佛呢？你怎么会不往生？哪有这个道理呢？那认定这个是阿弥陀佛，那个不是的，你还有分别，你还有执着。人人皆是啊！前面我们读过阿舍王子，听世尊的介绍，啊，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他们听的时候很感动，啊，心里面都在发愿，口里面说出来，啊，都想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。在西方世界成佛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他们心里起念头，释迦牟尼佛知道了，就给他们受记，给他们印证了。这个心愿好啊，一定会达到。啊，佛心清净，佛心平等。啊，佛心聚而不迷呀。记住法藏比丘因地上说的话，一切皆成佛。啊，这是佛心。所以我们对一切人的恭敬，对一切众生的恭敬，就像对阿弥陀佛恭敬一样，不能有差别。啊，恶人也是一样，恶人虽然作恶，他将来有受果报，纵然堕阿鼻地狱，将来一样啊，离开地狱的时候，啊，他还会修行，还会成佛。啊，罪业再重的人，我们不敢轻视他。我们知道，一时迷惑啊，本来是佛，一时迷惑，搞成这个样子。啊，我们要救这个社会，要救这个地球，一定要从稳重当中慢慢转变，不能有动乱了，不能伤害众生了。啊，平稳当中过渡是正确的，是最好的。啊，那什么教学？
啊，用教学来解决问题。啊，过去我们的汤池做了3年的实验，成功了。人是教得好的，佛是教出来的，菩萨是教出来的，圣贤也是教出来的，无恶不作的人也是教出来的，看你怎么个教法。啊，那么今天社会问题大家知道了，今天社会叫什么？今天社会最大的教育，影响力最深的、最广的教育是什么？电视、网络。啊，任何国家的教育都比不上他。他叫什么？他叫你杀盗淫妄。啊，他演出来的是暴力色情。所以现在，全世界的人都学会了。这个事情严重。我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想到方东美先生，曾经说过一段话，对教育部几位官员，啊，他们去访问方先生。大陆上那个时候正是在搞文化大革命，破四旧，台湾政府在搞复兴中华文化，提出这个口号没做，教育部有3位官员访问，方老师那天我在，他们问方老师用什么方法来落实。方老师说，把台湾的报纸杂志停刊，电视广播统统停办。官员吓呆了，这不行，做不到啊。老师说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只要有它，复兴做不到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伤害的力量太大太大了。今天社会动乱，地球在变，真正的原因是这个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这里。